就他野人玩什么的，特别补位。一个，然后学了一个死神。他也玩死神。也是两个 tank， 两个，三个 tank， 给秀两个死神。他死神玩了，不多。哎呦，玩了个星星。那比较乖一点。What do you guys need? Monkey. We need you. I'll be watching over you. Have my thanks. Got gay. Sorry, he's gay. Is that what you're looking for? Powered up. I am empowered. Well, it's 5 stack or 6 stack. What do you guys want? This weapon. Don't worry, anything's fine.我靠！我想要搞事，我来，我要打个铁拳。打吧。你先藏一下，然后等 T 上的时候你再趁乱。有病！你们上班了吗？死！我操！你要把圣器的人给打了！铁扇弹！哇！为什么我铁拳突然变强了？二百五血包被黑影黑了，我们和尚在被黑影切。啊！我靠！后面那个。没关系，我打你。在后面。对你喊一声，你喊一声。哎，我被黑了，我被黑了。操！靠！给你求你还是死，我反正我也死了。韩总，韩总把我给打。给你求你还是死。双创全奶不上，血太惨了。要第一时间阵。What？ 你都倒了。等人吧，等人吧。还行吧，对面也掉挺多。推上吗？等星到就打吧。星星估计要跳。我在楼上。死了，我操！我操，奶不上来呀！干嘛放大招？你要姓蛇？这蛇？哇！我靠！你怎么死的？我在那儿右键蓄力，他给我一键爆头了。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我靠，他发潘总，潘他们潘总挺准。No。好。欺负。这憨狗有这么准吗？嘴巴都是被黑的。等一会儿吧，和尚别死，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帮感觉。走吧走吧走吧，蹭点蹭点蹭点。
我踹也大了，我说你不就先手踹大，你别让他黑了你大踹不出来了。他要去黑了，他要去黑了。笑笑呵呵的，笑呵呵。我是在很远地方被黑了，这太扯了。不是，我就跟你说，你应该有黑影，你就小心点。然后说去换个迪瓦出来吧，打放狗。这局我没有感觉到难点。直接拉近点，直接拉近点。Let's get you back out there. 他没拉点。哎呦，我死我。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还有黑影，还有黑影。先踩点，先踩点。已经跳出去了，我被黑了。星星干嘛？挡不住点啊！就我一个人在点上，你们都出去了。下天使，没错没错，操他妈都没看到了。来来来来来，和尚给他们毛妹挂机上，挂机上我就激活一下，先上妹。我每次都挂毛妹，抱一下抱一下。我操，这黑起来就恶心了。麦克没上。哎。这我球，这我球，这我这球，这我球。快快快快快！终于死了，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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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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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藏在那边，我血包那儿。妈的，怎么还等你就打不动？明明感觉就打到他脸上了。半藏来了，半藏来了，半藏在那边，我死了。哇！没关系，我能拉你。我们就在田里打吧。出去啊，就最好是不要守点，守点基本上是被人包。都一起出来。这上面有桑布尔啊？哦，对，守点。你在点里也是被桑布尔。在点里就是一波全黑，没有跑的。桑布尔的话，那个。他死了，死了。那个麦克雷跟和尚站一起保他一下就行了。天使一次，这天使上，可以可以。这个什么呀？怎么能让满血秒掉的？你被黑了以后就，哦对，因为护甲也没了。对呀、啊，你被黑就五十点血，他不秒你秒谁？
对，我就说莫名其妙的就被秒了。你就跟着麦特雷吧，他过来切你，肯定麦特雷闪光灯。不是，你和尚看听到三八的声音就先手开大就行了。嗯，大哥被黑了，基本上就十秒，不用省了。你也开不出几个来，我直接三八。好吧。走桥，走桥。放狗要尽量在开阔的地方去打，就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是不太好打的，展不开。先注意一下他们有没有法老。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法老。没人。还他们在选，在选，卡前面一点，卡这个卡。还是有三步啊，那个保一下和尚，保一下和尚。真弟，你还能回来吗？操！在旁边。我这旁边，这上面差很快。这个上板，我操！我操！这，哎，就看着我，明显就加死了。啊，你在加金身？我能加到谁，我加谁。他就在你左边，不右边。十三必须。这种来法拉呀！可以。先打吧，这个阵容绝对换狗很好打，打的关键就是跳压出去就行。越残越残，我太大了，我太大了。帮我点里帮我。杀毛妹，杀毛妹。其实你就在这个当中，这个原著那边，不是，主要是地外这个机甲真的是爆。让星星上，星星上了前面吧。就很容易死。回到地外身上，后边什么地外？背后三木，背后三木，麦飞管他一下。你这里。上来圈。你小心点啊，那个你要听着三宝靠近你不行。你先手开大，他们开团露住姐。我在原点。毛妹可能有大了，毛妹有大了。有人在打我，有人在打我。给你说，毛妹是。我看打到怎么还会死两个人呢？操！怎么又死了耶？是他那个汤了的大招。我操！这傻屌和尚在那个墙边。回来。怎么95了？等一会儿吧。打！能打吗？你们人齐可以进啊，对面只有五个人，四个人，我没有五个人。打！放宝贝。天水四。我操！The wonders of modern medicine。等人吧，等人，你给我一点。对。I'm taking care of you。小心和尚六连。保一下我，我一半的大招，打个大出来。和尚在那六连。
你的位置踩不到你。躲一下，同学，快点，快到。拍下去一个，把我拉起来，把我拉起来。保我一下，保我一下。打天使，天使很残。丢了球。摸一下。我拆弹了，我拆弹了。杀天使，杀天使，杀星星，杀星星。面包，这面包。这个大不要叫的。没事没事，九十九了，九十九。我操，龙龙龙，小心点。可以可以可以。我操！应该是他吃了一整条龙，那个啊，吃了一整条龙，这么屌的吗？是啊，你看呀，吸毒吗？这个很 nice。哎，为什么还是死了呀？还死啊，一直在死啊，我也不懂，你知道吗？伤害太高了，伤害太高了，秒了，只有一秒钟三百血。不是这个原因，是那个和尚先手开的，然后他龙才过来，所以说时间不是重在一起的。对，他大没结束，他大没结束，我们大没结束，但是还一直死。对啊，我也看他大没结束，然后还死人在死。这伤害太高了吧，来不上来。像两百血的那边五十多、四十多那边来回。可让开大，你只要一个法拉的大招对在脸上放，他是来不起来的嘛。嗯。